西西，你出来一下。让让，老师叫我。等一下。西西，知道老师为什么把你叫出来吗？不知道。今天呢，有三个小朋友找到老师，说你抢了他们的东西吃。老师之前跟你讲过的，东西要是不够吃，可以举手找生活老师，他会给你的。而且，今天还有小朋友找到老师，跟我说，你吓唬他们，说谁要是敢告诉老师，就收拾谁。跟谁学的呀？电视里学的呗，电视里就这么演的。你如果要是再继续这样的话，金五角星可是拿不着了。拿不到就拿不到呗，又不能吃。你除了吃还知道什么呀？睡。这节课你也别上了，去老师办公室罚站去。好的。你朋友怎么样了？没什么事，休息两天就好了。那你要在这陪他吗？不用了，先把那事办了。这个，林老师，你出来一下。西西。老师不是让你在办公室罚站吗？林老师，你们班这个西西真得好好教育教育了。我今天上午第二节才有课，我一看办公室没人，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，我说喂，以后啊就别叫我看鬼片了。昨晚看着女鬼唱歌的时候，我都快吓尿了。哎，是我这人胆小啊，这点我也不瞒你了。但是你们班这西西，我就在那儿坐着。我突然听见有人在唱歌，那种悠悠的像断了调的那种声似的。我哎，这孩子本来个儿就小，被那个电脑桌挡着，我根本就没看见他，把我吓得那个汗毛嗖一下直竖。行了，西西啊，你刚才唱的是什么歌？儿歌。儿歌能把你吓成这样？你这点出息。那歌要是儿歌，我把头割下来。找家长，这件事必须叫家长。西西的情况啊，我呢也简单跟您介绍了一下。来，你先喝杯水。其实啊，也不是什么大毛病。希望今天您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责备西西。我们的想法呢非常简单，希望您做家长呢能跟我们多多的配合，能让西西更好的融入幼儿园的生活。林老师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实不相瞒，西西是我领养的。不要说是你们，就连我，都是在和他磨合之中。抱歉啊，西西妈妈，这个情况我之前不知道，因为学生档案里没有写。是我的疏忽。西西是被一对大学生情侣在山里捡到的。我不知道之前西西到底经历了什么，她比同龄孩子早熟很多，
而且不服管教，这一点还希望老师们多费心包涵。您放心，西西妈妈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而且以后我也会更多的去关心西西。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，西西平时在家里是很喜欢看电视吗？应该吧，小孩子嘛。其实是这样的，小孩子，尤其像他那样的四五岁的，最喜欢的就是模仿。我们还是建议做家长的呢，多抽出一些时间，带他出去转一转，不能把他闷在家里，让他看电视。好。我们西西在学校里吃饭怎么样？吃饭没问题，他还挺能吃的呢，这您放心。他在家里头吃的也特别多，但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好像他不怎么长个儿一样。我一见这个女儿就特别喜欢，所以比较宠着顺着，希望跟他的母女缘长一些。之前情绪不稳定，父亲他们也是情绪不稳，但是你现在恢复得很好，为什么还是不见？我这样的，他恢复得很好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大番的牛奶泼出去的水，你永远不可能回到以前的样子。如果你连最坏的都能接受，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。那你呢？你一定跟我一样也发生过不幸的事情，你让我接受，那么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接受了吗？父亲生活得怎么样呢？所以妈妈也接受了，在她心里我早就死掉了，而且他已经领养了新的女儿了，是我。难怪啊，这个西西啊跟别的小朋友不一样，也不太合群，原来他是被领养的孩子啊。他长得那么好看，亲生的父母怎么舍得遗弃他？别老在西西身上找原因，是吧？生长的环境也很重要，你怎么知道西西就是自己看电视剧学坏的？说不准啊，家长引导的。行了，别瞎说啊。我瞎说？哎，你不觉得孔令华有问题吗？都快50岁了还领养西西，孩子父亲那栏根本就没填。他自己没孩子了吗？还有西西唱那什么歌，他是神童吗？听一遍就学会了，那肯定家里有人反复放着。到底唱的是什么歌啊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哎，西西唱那歌，这熊孩子跟我说是儿歌。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神器叫百度吗？他唱了什么魂儿啊啊，什么永不重逢，什么魂萦旧梦，哪家儿歌这么唱的？小点声。我把那歌词在百度上搜了一下，你猜怎么着？这歌是旧深海30-40年代女歌星唱的，靡靡之音。你说他一个4岁的小朋友怎么能学会啊？说不准呢，是孔令华在家里放的。哼。
西西，吃饭了，别看电视了。要不你换个动画片看好不好？动画片有什么好看的？幼稚。你干什么？吃饭。西西吃饭。西西，妈妈有没有告诉你，为什么给你起名叫西竹吗？咱们中国人都喜欢竹子，梅兰竹菊被称作四君子，都代表高尚的品德。妈妈希望西西像竹子一样，谦虚有礼，高洁正直，做一个有用的人。吃饱了？你今天怎么吃这么少呀？不想吃了。西西，妈妈有没有告诉你，粒粒皆辛苦，所以要把碗里的饭吃完，还有筷子要轻拿轻放，不要发出声音。我平时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啊，我已经反思过了，我不能再这样了，这是害了你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严格的要求你，所以今天你必须把饭吃完。西西，张嘴，张嘴。孩子就像一棵小树，很多规矩要早立，一旦长歪，挥之不及。之前的痛还不够深吗？秦芳，你去哪儿？我有事先出去了，很快就回来。我跟你一块去吧。啊，不用了。当初救你的时候，因为你的左腿伤势很严重，而你丝毫没有求生的意志，我怕你会出事，所以一直留你在我身边做助手。秦凤，你跟我说这些做什么？你是要离开了是吗？你的事情已经就此了结了。你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目标和一个新的念想。我没有什么目标，也没有什么念想。但是你才20岁，你人生的路还很长。回家吧，回到你妈妈身边，那才是你的家。我吗？
西西，妈妈错了，原谅妈妈好不好？那你睡吧，妈妈明天再来看你。妈妈呢？这么晚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路上走啊？我不叫小妹妹。那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关你什么事？小妹妹，大半夜在路上走很危险，知道吗？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坏人的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叫小妹妹。那你得告诉我你叫什么，要不然我只能叫你小妹妹。我告诉你了，你给我买好吃的吗？买。你想吃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所以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吗？买这么多东西啊啊！贪吃鬼！来，干嘛？给你看。给。你拿这么多东西，你自己吃得了吗？吃得完啊。也大肚子小。我每天都要吃很多东西的，我想快点长大。只有小朋友啊，才会希望一夜之间就长大。不许吃了，把脸给我。吃的也买了，喝的也买了，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你的名字。我叫西竹。东南西北的西，竹子的竹。那个细竹。
为什么这么缺德？错不了的，一定是我妈妈心里养的那个人，名字符号，而且我以前就叫喜主。所以他是被领养的。啊，对了，我之前在妈妈楼下守了很久，灯早就已经关了，我妈妈肯定已经睡了。这个小姑娘，怕是自己偷跑出来的，我妈可能还没发现，要是发现了，我得急疯了呀。一如，西柱脸上的伤绝不可能是摔的。你妈妈以前打过你吗？当然没有了。从来没有？从来没有，我妈妈一个手指头都没有碰过我。我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别放心上。他是偷跑出来的，我妈妈应该还没发现。我知道你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送回去的。等他睡着了吧，睡着之后就把他送回去。叫我一声叔叔吧。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，你打算去哪？我打算是去福利院的。但是现在，实话，我能跟着你吗？你去哪我就去哪，你不要把我送回去。小傻瓜，我会想办法提醒一下我妈妈，旁敲侧击一下关于西竹出走的事。你放心，我妈妈。玉茹，我们之前有在西竹面前说过我叫情报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大概我随口喊过你吧。怎么了？是。骗子，大骗子！西竹成长记录。西西在看什么呢？这个姐姐是谁啊？西西不认识她。见过的，在哪儿？在哪儿见到的？什么时候？你放开我！你弄疼我了！你说呀！你说了我就放开你！在哪儿见过的？在哪儿见过的？什么时候？说呀！我就不告诉你。你告诉我，你就是在撒谎！你是不是在撒谎？妈妈有没有告诉你，孩子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撒谎？你说呀！你说呀！你说呀！说！对不起，西西，对不起，西西。
西。妈妈不知道怎么了，刚才对不起啊，来，是不是弄疼你了？没事吧，西西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麻烦我到学校吧，我要迟到了。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啊！咱们的西西小朋友居然哭了，哎，我得赶紧给他拍下来。行了，有没有人性啊？西西，你跟老师说，是不是谁欺负你了？嗯？妈妈欺负我。妈妈欺负你了？那就是你在家里又不听话了，对吗？这是怎么了？啊，什么情况？哎呦，这怎么弄的？哎呀，你看这，这明显是被别人捏的呀。我好厉害呀！老师看看啊。不哭了啊，西西没事了啊。这是虐待。西西，你看这老师，这些伤都是妈妈给你弄的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他为什么也不能这么打孩子啊？你看孩子的打的，这还是人吗？这是虐待儿童，不行，我必须得搜一搜。哎，这种情况是不是马上不能让他继续领养孩子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冷静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咱们现在还不知道呢，也可能是孩子在家里不听话吧。林老师，你看看西西才几岁，就算他不听话，那也是孩子的天性，他也不可能是故意的嘛。林老师。我不想回家。西西，你不哭了啊？今天晚上，咱们去老师家住。嗯。不哭了。失败了，西西，妈妈这就接你回家。
欢。老师睡一觉就没事了，等醒来之后他就不会记得龚金华来过这里，也不会记得带你回过家。我给他用的是赤胆的置换力量，可以让他短暂的失去一点记忆。你还记得赤胆吗？我好困。
突然看见我，害怕吗？你又不是惩罚官，我为什么要怕呀？说的有道理啊。带我来的，我只是想去酒店看一看你，结果呢，被你带到了这儿。哇，我这么厉害吗？对啊。这可不可爱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这不科学呀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你们有什么结论吗？我问过师傅了，他说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样极短的时间里强行异变的。但是他说，世间万物都有天然的规律要遵守，强行反其道而行之，终究是有无穷隐患的。你的乐观精神上哪儿去了？秦芳，你别听他的，咱们换个角度思考问题。你看司藤向来就不按常理出牌，说不定他天生就该不走寻常路呢。什么天生不走寻常路啊？能不能用唯物主义来看这个世界？秦芳，你不要太着急，再给我们点时间，我好好研究研究。科学这个东西，就是要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的。你怎么求证啊？上街上，再找一个别的异族给你做实验品。你不拆我台，能死吗？行了，你们有结果了告诉我。哎，秦芳，你也别多想，你就踏踏实实带麻。等我明天出院了以后，就去看司藤小妹。啊，看你们俩。差不多得了啊！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是一个普通人类小孩，对吧？要不然昨天晚上那么可怕的情况，你怎么可能这么冷静呢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那我就承认吧。其实我是个外星人，你应该也是吧？不然你怎么可能昨晚会做出那种非人的高难度动作啊？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？是外星。你呢？这么巧啊，我也是从外星来的。不过，你为什么会长得这么小啊？因为我是小怪物呗。小怪物不说实话是吧？行，你爱上哪玩上哪玩。再见。话直说。这世上像咱们这样的本来就少，大家交个朋友呗，互相帮助。我觉得那个孔天华也和我们一样。所以说，你其实是怕他再找你麻烦，你想让我保护你，是不是？怕
笑话，我怎么会怕他呀？你又不知道我是。你什么？看大家都是外星人的份上呗。我们来谈谈接下来的合作吧。等一下，你知道合作的前提是什么吗？是信任。但是你一直在骗我。我骗你什么了？你装懵懂无知的小姑娘，骗吃骗喝啊。不想合作就算了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我们现在说正事儿好不好？你是不是也觉得孔金华也有问题啊？他当然有问题了。那个易如是孔金华的女儿吗？对啊，她以前也叫易如。你跟她关系很好吗？怎么认识的？你就这么想知道？我就顺口一问，才不想知道你这些破事呢。原来你不想知道啊？那我就还偏要告诉你了。西西今天没去幼儿园，家里又没人，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是不是孔金华带西西回老家去了呀？你说学校的资料上有没有他老家的信息？我还真没注意。那咱回学校赶紧查查看看吧。行。哎。你说这个孔金华？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据我推测，应该是异竹，而且是竹子异变成的异竹。竹子？因为他之前教育我的时候，张口闭口不离竹子，甚至给自己的女儿取名也叫西竹，可见对竹子执念很深。可是喜欢竹子，不一定自己就是竹子啊，也可能。只是单纯的喜欢竹子呢？比如有什么东西特别喜欢竹子？就比如熊猫。大熊猫？啊？你说孔金华是大熊猫变的？嗯。我才不信呢！到时候我要探探底才行。行，只要你能查出来，什么我都能给你办到。吃点什么？我想喝元气森林。好啊，这个是无糖的，不会长蛀牙。给。好喝。你为什么这么能吃啊？都跟饿了几百年似的。不是一般像我们这种怪物吃不吃都无所谓的吧？因为我想快点长大，我想试试看人类的食物能不能让我快点长大。那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呢？拯救世界，保护地球。哟，理想这么高尚啊？那你知不知道谁叫司藤啊？什么司藤啊？就是随便问问。听说啊，司藤特别厉害，我想问问你知不知道来着。哦，我听说过。是吗？那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？厉害，特别厉害，史无前例的厉害。你还真好意思说。喂，易如。秦放，我妈妈她一直都没有回家，细竹也不见了。不会出事了吧？
受。家里有油吗？在厨房。他最初和我相遇的时候就告诉我，你们异族不喜欢我。我想，你也应该不喜欢对吧？西西。你其实也是个异族吧？我早该想到了，普通人家的孩子哪有你这么古怪精灵？你是个异族，收养别人家的小孩做什么呢？我老了，快要死了，总得找个可靠的小辈交代身后事才好。你是说，连你们都会老去？我们当然是会老去的。这世上的事物寿命不一样，但都有起有落。我们的寿命很长，成长要很久，几十年、几百年，你或许很难看到我们的外形产生大的变化。难道没有例外吗？有啊，那是接近一百年前了吧。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，1910年异变，短短几年时间便声名显赫的异族。虽为异族，却被玄门驱使吸收同族的力量。当年我们梅兰竹菊四人联合起同族想要成功，可是他实在太强。姐姐，还有许多同族都被司藤重伤，自此回归山林，再未见踪迹。只有我在这世上苟且偷生。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再收养一个孩子，好好管教他。这世上没有谁便生来可靠，须得一一看在眼里，手把手调教，才能真正的放心。怎么，上一个西族不合你心意？是我教不好他。喂，你哥几个展示一下。Oh.
你本就是有女儿的。虽然你说母女人情，但是她没有一天不想回这个家，没有一天不想回到你这个妈妈的怀里大哭一场。请你点餐，谢谢。想吃什么？秦凤楼说这个儿童套餐。哪一份好你的？你也陪我一起吃儿童套餐吗？我陪你吃儿童套餐。行，帮我来两份。嗯，好的，请稍等。如果一直是那样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能怎么样呢？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过去的事情一直惦念着没什么用处。活着的人总是要有活着的目标。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两位好，请随便看看。秦凤，我想玩这个。你就陪他玩吧，所有他试过的都帮我打包。秦凤，这里没有芭比娃娃。
晚上不让探视，你咋进来的？非常时期，顾不了这么多了。可是你学坏了。谁让我死活给你打电话都不接？你给我打了吗？我睡太死了，没听着。咋的了？行了行了，我已经联系白金教授了，我把司藤小姐的情况已经告诉他了。这么快就不行了吗？哎，岳夫人，秦霸，司藤不好了！你说什么？秦霸，白金教授说了，司藤小姐在这样极短的时间里强行变异。且没有借助当年秋山所用陨石作为外力的情况下，极有可能是以其生命作为代价。司藤这种偶然变大的情况，是因为他潜意识里想维持跟你在一起时的样子，而强行营造的空间。但是他能量太弱，不足以维持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能不能言简意赅？秦放，司藤要死了。不接电话，你之前就不问他住哪个酒店啊？我哪知道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啊！坤儿，司藤到底有没有救？白金说没说有什么办法？倒是有一个办法，快说！吸取同族的力量，或许能撑上一段时间。可是一时半会儿，上哪儿去给他找一个沈银灯？秦放体内有白银的力量，分一部分给司藤。你是不是傻呀？这秦放能好端端站在那儿，那不就是因为靠白银的力量粘连了他全身的骨骼？现在要是给司藤，他还能活吗？也就是说，两个只能活一个。你怎么了？我怕一切不像这气泡一样一触碰就破灭了。Thank you.
你喜欢看日出吗？日出日落，花谢花开，云卷云舒，燕飞燕归，这世间的万般景致我都喜欢。这五年我看了很多的美景，但都是我独自一人。我记得曾经有一句话，朝游北海暮苍梧，我虽然没有古代的神仙那般逍遥自在，但是我就想着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，不管去哪儿，对我而言都是朝游北海暮苍梧。这雾太大了，恐怕今天是看不到日出了。不会的，只要等雾散了，你就能看到美丽的日出。可是我等不到了。你做了一世的死党，就不开心了一世。这一世何必要如此负累呢？前两天我看见杨苏瑞了，他的头摔伤了，正住院呢。王乾坤也在，明天我们去看看他们好不好？毕竟也五年没见了，是时候解决了。之后的事儿之后再说，反正我们有大把的时间，不着急，好不好？这样才乖吗？
你不用觉得你这个样子不好意思，多可爱啊！万一到时候你就彻底恢复了呢？反正在你身上发生的奇迹也不是一个两个了，我对你有信心，你也要相信我，好吗？不是西西，你究竟是谁？我只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苟活半生，就不想为你的朋友们报仇吗？我当然想，但是司藤早已经死了，秋山杀了他了。这你都信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司藤，他还没有死。我现在可以给你提供一笔合算的交易，给我你的力量，我让你找司藤报仇。司藤，秦芳说的没错，虽然我以前做过错事，但那毕竟是我的妈妈，有哪个妈妈会记恨自己的儿女呢？司藤呢？
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西西。西西。对不起，西西。妈妈错了，妈妈不该把你丢下来不管。西西，你原谅妈妈好不好？没想到，司藤最后竟会让我用自己的力量治好了西西的腿。是他给了我弥补女儿的机会。司藤，司藤在哪儿？对了，我看司藤如今的状况，应该是自己强行异变导致的。短期内逆天而为，无异于自杀。我想不出来是什么事情值得他这么做。我知道。你果然找到我了。司藤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单行线，没有回头路可以选。自从遇到了你，我从来没有想过如果。清风。我饿了。你现在很容易饿。人这一生，不就是图个一日三餐吗？
我没有拿走孔金华的力量。我知道，我去过那儿，不是为了成全他们的母女情。我知道，你只是为了做清白的自己。这也是你希望的。还有啊，我这么着急赶回来，是为了在你变成老头子之前，对你说一句话。我也爱你。你果然什么都知道。我还知道，你来世上这两遭，其实都是为了一个愿望：做一个普通的人，过最平凡的一生。秦芳，叶夫人，陪我最后再看一次日出吧。上次和司藤来的时候，我们俩就没看到。说啥呢？什么叫最后一次？我这一辈子一直在找活着的念想。认识司藤之后，我觉得我找到了。再后来，我知道自己身世之后，我忽然就明白了自己活着的意义，就是要像一棵参天大树一样，永远不依不依。无论世事如何变迁，只要司藤愿意找我，他就可以找到。秦芳，你还没看见日出呢。
怎么又梦到那里？那棵大树。最近这是怎么了？压力太大了吗？嚯，这里的植被分布果然十分具有多样性，我们开学后的课题报告可有的写了。对了，我听说这附近的密林深处，在很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棵上千年的擎天树，某一天忽然就不见了。忽然不见是什么意思？那谁知道呢？反正当地居民对这事儿传得挺神的。上千年的擎天树，我还只在课本上见过，真想亲眼见见。擎天树，西西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个怎么办？先扶下山去吧。先扶下山吧。严总，你看这开发方案，要不就这么定了？定了，定了，定了。啊，挣多少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把咱们苍城山推出去，推向全世界。说得太好了，太对了。那下一步，宣传找我那个老朋友坤，他会英文。坤，我爷爷是天方宫大厨，哪个月地都有。开玩笑了。你小兔崽子，虎头虎脑的，叔叔阿姨跟你开玩笑都听不出来。跟你叔叔瓦房当年一模一样。暑假结束，赶紧回美国找你叔叔。小孩老板。哎呀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怎么了？这是我同学，刚才在林子里面突然晕倒了。我看这附近也没有医院、诊所什么的，先到你店休息一会儿。包房，谢谢。小姑娘怎么了？这是？是低血糖吗？司藤小姐，你到底还是来找的？司藤小姐，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见到你了。我都做好打算了，把这件事情交给我的子子孙孙，直到等到你来的那一天。不好意思，严先生，我再跟您说一遍，我真的不叫司藤，我叫邢希竹。我之所以跟您来这儿，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些疑惑，想找到答案。但是，您真的别再跟我这样不知所云下去了，我同学都还在那边等着我呢。我现在说啥也没有用了。我想，你要的那个答案，就在里面。进去吧。是。行了，你跟我说什么在这儿等着，不告诉我啥事儿，到底怎么了？不是，我让你问白金教授的事情，问清楚了吗？问清楚了，力量传递和去除记忆的确可以操作，但是什么力量传递？什么抹去记忆啊？说什么呢？继续说。
我想还是算了。哎，这也太……这是我的决定，谁也改变不了。秦放。三餐，一年四季，这是你最想要的生活，只不过可惜，我不能陪你经历这一切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是你的主人，凡事都要听我的，记住了。我叫司藤，他是我的人。干嘛非得留在一个这么冷血无情的人身边东奔西跑呢？咱们朋友一场，以后我要是路过又正好有空的话，会去你坟上看望的。别以为自己什么都懂。我就是懂，你心里没有我也没有关系，但我希望你好，我希望你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，不管是以神的身份，还是异族的身份，还是藤的身份，最重要的，你要做你自己。司藤，你的存在就是意义。你是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知道我这份隐秘心思的人。司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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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司藤。你果然又找到我了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也不管你在哪，我都可以找到你。
就是死的。你终于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了。我清楚地记得那个伤，他抱着你，这么点儿的你，从长明学宅的实验室里出来，他把他所有的力量都给了你。他说，他希望你能幸福快乐地过完这一辈子。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。清风，你就这样生不得、死不得的过了15年，一定很难受。若我不来的话，难道你就要这样一直熬下去？思达。我这辈子好像生来什么都有，但其实仔细想想，却又什么都没有。我在事业上没有什么追求，在生活上也没有什么梦想，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得到的，也没有什么是害怕失去的，除了你。20年前，你也是这样躺在床上。我为了让你能够好起来，设局把白鹰的力量渡给了你。你之所以能好好的站在那儿，是因为你身体里有白鹰的力量，所以我叫你千万不要做蠢事。但结果你还是做了。而且还擅自抹去了我所有的记忆，你真是愚蠢到底啊！我太笨了。你交代的事总是干不好。你曾经说过，想要像一个正常人一样，感受人间的喜怒哀乐，就让我成全你，这一世做一个普通人，无忧无虑的长大吧。在这15年里面。我经历了很多事，认识了很多人，我参加了很多项目的志愿者，做了很多份工作的兼职，还去了好多地方旅游，是不是很厉害啊？但是，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我就是对所有的男生都没有感觉。那时候你说我是擎天柱的血脉，我就在想，怎么可能像我这样一个无着无落飘着的人，怎么会和那个参天大树有关系？不过后来我才明白，原来你就是我的痴痴满满。现在我才知道，原来我始终没有的那份感觉，其实是早已给了你。那时候我说，我的生命是你给的。其实倒不如说，我就是为你而生的。我的心里总是有种莫名的焦虑感，在催着自己，希望自己快一点长大，再快一点。原来，我心里所有的焦虑和紧迫感，都是因为你一直在等着我。严夫人，带孩子回去吧。如今这个人世间是真的很好啊，我也真的很喜欢，但是没有你的天长地久，只不过是永世独活。你曾经对我说过，你是为我而生，那么现在我也告诉你，我也愿意为你而死。怎么了？哭了？你那只眼睛看见爷爷哭了？爷爷男子汉大丈夫，从来就没哭过。大风刮的。对了，爷爷，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喊我叔瓦房啊？为什么喊你叔瓦房？因为你叔是小破瓦房里捡着的呗。这么没劲啊？你想听有劲的呀？那爷爷给你讲个外星人的故事好不好呀？
你居然还知道外星人？好啊好啊，我要听。我还知道外星人，爷爷还亲眼见过外星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们管外星人叫异族。在很久很久以前啊，有一个异族，他叫司藤，跟一棵高大的擎天树长在一起。他们在森林中共同经历着风吹雨打，世事变迁。